大棒选拔赛。第一场的比赛是由台南县对台南市，结果台南市以3-0赢了台南县。第二场比赛是由高雄县对屏东县，结果高雄县以4-0赢了屏东县。第三场比赛是高雄市对嘉义县，这是一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比赛，结果两队以0-0打成了平手。到今天为止，嘉义县的积分最高7分，台南市巨人队第二6分，